你现在是要开车载我了吗？电动搓的钥匙插哪里？电动搓吗？紧张，让我找。你平常开车都插哪里啊？靠手机或是卡片钥匙。卡片钥匙在哪里？转弯的时候他出现这种假动作。油门是右边还是左边？右边啊。所以我永远都要记得，出发的时候踩右脚，停住的时候踩过来。这样吗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，是不是？其实我靠我实力，我的实力随着岁月会变薄，所以你不敢上路。有一点，你让我练习好不好？你知道孩子都是需要练习才会成长茁壮的，你就放手让我去摩擦摩擦摩擦，我可能就进步了，会不会？油门是右边还是左边？电动车的钥匙插哪里？右边还是左边？插哪里？可能就进步了，会不会？